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心愿却变化，纠结错了，珍惜，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心。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汪总，你在这干嘛？那这是给你的啊。给我的？对，就是些零食跟大枣，让你那个补补气、补补血。你这伤呢是我造成的，但你别指望我给你道歉，知道吗？结合上一次心理医生事件呢，咱们俩算是两清了啊，以后互不相欠。工作上该怎么着怎么着，出了事我还照收拾你，知道吗？知道了，汪总。快走吧，别让人看见了。喂，肖然，我今天晚上约了三个朋友在一块吃饭，你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哎，对了，你把今天在医院检查的 X 光片还有诊断书都带上，听我的，全都带上。小云，那我放这儿了啊。你放哪儿都行，这屋也够乱的了，让你见笑了啊。挺好的，比我那屋强多了。我妈说我那屋跟狗窝似的。小云，我跟你说啊，你把那月嫂辞了，对了，成天也见不着这个人影。回头啊，我天天我给你收拾的，肯定比他干的强。行。哎。怎么婴儿床都没有啊？啊，我这不比预产期提前了吗？所以没来得及准备。哦，那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你干嘛去啊？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啊。我知道我这回是犯了众怒了，哥哥啊。那各位哥哥啊。千错万错，这次全是我王茂的错啊！我王茂把咱们的价格漏给他东方百了，但我发誓啊，这是最后一回，要是再有下次，我就是这个，好不好？哎，这话说哪儿去了是吧？事儿都过去了嘛，不要再提了。是啊是啊，都过去了，该罚还得罚啊！那刚才这杯呢？我是赔罪的，好不好？现在这杯，我是要表达谢意，谢谢哥哥们这么些年对弟弟的关照，好不好？谢谢。哎，兄弟，喝酒着什么急呀？你要感谢的话，咱也不能在这儿啊。是，这儿死气沉沉的，多没劲呐。对。好，喝完这壶，咱们转场。大头。真辛苦你了啊！你说去买回床来，还没休息呢，就开始安了。哎，没事儿，我在咱公司不干的都是杂活吗？习惯了。哎，那个，明天我去银行取了钱就还给你。床钱？你别逗了啊！这是我送孩子的，跟你没关系。那怎么行啊？我住院的钱还是你帮我垫的呢，这钱你一定拿着。哎，
不着急用钱。齐活，你有心肠呀，还挺结实哈。哎呀，坏了，怎么了？你说我怎么那么傻呀，光买个床来铺的盖子都没有，这孩子怎么睡呀？哎，没事儿，我上面有，一会儿随便拿了点先铺着就是。不不不，你等着等着。我就想问一下，咱这有没有专门给婴儿用的床上用品？我们这儿有专门为婴儿准备的苏坦斯被褥，柔软亲肤，非常适合婴儿使用。啊，是什么褥？苏坦斯被褥，非常适合婴儿的一种。是最好的吗？当然是最好的。啊，那我就要这个啊。好，那您稍等一下，我去帮您取。好嘞，好嘞。妈。我回来了。哎呦呦，坏了坏了，夏菜子，我这一冰箱的货给完蛋了。妈，您别着急啊，慢慢说。都怪我，今天接到通知呢，电路检修停电。结果我忘了，我还进了一批货。你赶紧想想办法啊，把咱这货拿到谁家帮着冻一下。您请好吧啊。哎，哎呦，对了对了，不行，我这身上都馊了。行行行，我先换点衣服去啊。哎，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你这是何苦呢？在外面逞能，回来遭罪。何九泉，我是北京的。何文九，北京是我的。你还打我？哎，快！哎呦，我起来喝点水。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来，哎呀，来了啊！别给脑袋就舒服了。我刚才喝的不是水，是情谊啊，是情谊，是情谊。好点没有？情谊啊，情谊，情谊。要不要再喝点水？小伤，你一次约了三个医生出来，你也太夸张了。夸张吗？没觉得呀。一个是脑外科医生，一个是骨科医生，还有一个是耳鼻喉科医生。对，耳鼻喉科医生，这还不夸张啊？按照原来的计划，还有一位呼吸科的专家。我的妈！你为什么会认识那么多医生啊？这挺简单的呀，经常跟医院有一些合作，那么就认识很多医生朋友了。那我们干嘛不直接去医院，而是带着 X 光片，然后把那些医生找出来吃饭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有晕血症吗？我怕你到了医院之后紧张。原来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先谢谢你。不客气。喂，洪总。对，还是那个叫黄一然的女孩，是繁华名媛，肖总没有进去。明白，洪总。咱员工的禁地，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进去。我吓到你了吗？你说什么？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吓到你了。啊，不是不是，之前那句。之前那句，哦，我说那个这种组不行了。哪儿不行啊？就是茶花适合偏酸性或者是含氟值比较高的山地红土或者是黄土。pH 值要在5到6.5之间，像你这种碱性啊，或者是粘性比较高的土是不行的。小姑娘，养花很专业吗？没有啦，因为小时候家里是开花圃的，但是现在都是我表哥在弄了。但是因为从小都有接触，所以懂一点啦。哎，不过你是这里的园丁哦。啊？哦，就算是吧。啊。还在这里负责一些杂七杂八的工作。哦，那应该就跟大头哥差不多吧。嗯，大头哥。对啊，大头哥，他还跟我说啊，普通员工不能到这的。胡说！要真是不让进，那门口早就贴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只要是不破花草，谁都可以进来看花。行。我这插花啊，一直就养不好。哎。刚才你说的那么好，你能不能再给我说说？哦，好，好，茶花呢，适合用的土壤呢是用熟化的红壤土50%，木屑或者是食用菌渣40%，磷肥粉和丙肥粉10%。你把它们都拌匀了之后呢，你撒点水，然后装袋等它熟成。夏秋要20天以上，春冬要30天以上。这种土呢，保肥保水，疏通松起，非常适合茶花。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么专业，我这一时半会儿啊记不住。哦，等一下，说慢点。好，我重新记一下啊。不好意思啊，熟化的红壤土50%。好。Maggie， 花旗参。好。这也让他装的。啊，别着急走，你把你手头的材料之类的整理整理，交给黄一然保管。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老康吗？是怕总公司看不见黄一然在咱们部门的实习成果，让我重用重用他。
这我不明白，培养他跟我交接工作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啊，咱们部门不管大事小事，都得从你的岗位上过啊，让他短时间在你岗位上停留一下，这也算是加强训练了。我明白了哈，为了给他加强训练，我就得腾地儿呗。那你坐下。我说你这人怎么有点好赖不分呢？你啊，这个总监秘书这个职位啊，是活多钱少啊，吃力不讨好，对不对？就以你的个人能力而言，外边这几个料哪个比你强？可他们这一年光是婚礼提成就是你工资的好几倍，我是因为这个才把你调到一线来啊，让你在一线发光发热。至于说这个总监秘书这个职位呢，你就应该让年轻力壮的黄毅然来接手啊，你踏踏实实来挣你的提成，让他去挣那个岗位津贴。那不一样啊，这不是奖金多少的事儿，而且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来衡量的。美国总统年薪才40万美金，NBA 球星年薪得1-2千万吧？那您说是当美国总统呢，还是打篮球？我肯定选打篮球。哎，玩着就把钱给挣了。不是，你就说这美国总统他多费脑子啊！刚挣40万，看病都不够啊！你说他去排队挂号，他能排过票贩子吗？好不容易挂上号了，往医生面前一坐，医生给他一开药，一看，原本药厂里卖2块钱一粒的药，到了医生那儿，200、800、1000。好，咱信不过西医，咱改中医，中医更贵，一个方子就得好几万。哎，回头你捧着那药丸子一看，这不就是山楂糕配点止痛片吗？你说，这总统他憋屈不憋屈，对不对？您说的是美国总统还是退休车间主任？美国总统好歹也是高干病房。那你看崇洋媚外了吧？这些美国的高干病房他也得排队。哎，王总，差点让您打岔打过去。我们现在说的是助理换人的事儿。对啊。你把土啊往下挖2公分，然后把易肥放进去，然后再用土盖住，这样就不会臭臭的。哦，我明白了。或者是你可以用腐熟的丙肥粉把它放在土里面，然后拌匀。丙肥哦，你说的丙肥是不是那些什么花生啊、葵花籽啊，还有大豆啊？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东西。你把它放在土里拌匀以后呢，让花充分的吸收，每个月施肥1到2次就可以了。不过你要记住哦，施肥的重点在宜淡不宜浓，宜少不宜多，宜轻不宜重。除了根管施肥，我还应该做些什么？你要用那个磷酸2氢钾，0.2到0.3%。磷酸2氢钾。对不起啊，提笔忘字啊，我这几个字。没关系，没关系。来，要用0.2到0.3%的磷酸2氢钾，然后再加上1到2% 的植物生长素，然后呢，你把它们喷在叶子上就可以了。哎呀，想不到这养花还有这么多学问，幸亏遇上你了。没关系，伯伯，你以后有什么养花方面的问题呢，你都可以来问我。我叫黄依然，我在楼上的策划一部工作。不然啊，你再乱养花，可能会被炒鱿鱼。哎，放心吧，我在这儿工作很长时间了，他们不会轻易找。哎呦，不行啊，伯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要做好。反正呢，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来问我。哦，对，你说的对，我应该端正思想。哎呀，你看，关于养花的问题，你教了我这么多，我应该怎么谢谢你？不用啦，我们是同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嘛。啊，不，这样吧，中午啊，我请你吃个饭。我还有好多养花的问题要问你。伯伯，你工作这么辛苦，不然这样我请你吧。哎，那怎么着？在养花的问题上，您是我的老师，我是学生，当学生就应该有当学生的样，怎么能让老师花钱呢？好吧，你是长辈，我听你。那好，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咱们公司门口见。嗯，好，那等下见哦。哎，好。你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送给你。谢谢伯伯。那等下见啊。见。王总，你说实话，这次调动我的工作，是不是跟我无意泄露文件有关系？你太敏感了啊。是就说是嘛。我跟你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对你有些了解的。好啊，既然你这么聪明，两方面原因都有。稍等一下，你要是去拿吃的就免了。王总，我承认我这次做错了，但是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上次东方白从咱们手里抢走董先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吗？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同级别的错误咱们不能再犯了。那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些年来我对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能不能抵过这一次错误？我这么跟你说吧，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呢，他们是个顶个的刻苦。这奥运会的门票是他们用汗珠子一滴一滴砸出来的。可就算他们在训练场上做对了一万次，跑到赛场上犯了那么一回错，这金牌就没了。我知道是花，你是不是上班时间开小差了？这花哪儿来的？一楼天井的小花园啊。哪儿？一楼天井的小花园。不，你疯了？你扔的那小花是谁的嘛？啊，你就敢上那偷花去啊？我没有偷花，是园丁伯伯给我的。园丁？嗯。瓦康什么时候雇园丁了？瓦康是谁啊？瓦康是……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我跟你说，下不为例，知道吗？康总叫我来的。啊，您稍等。来，康总，王总已经来了，正在等您。好的，康总。王总，再见。谢谢。这套全息的婚礼体验系统的策划案我看了啊，这想法挺大胆呀。我也觉得挺大胆的。哎，你跟我说说，你这创意是怎么出来的？你这策划出的这么快，想必之前就有想法了，对吧？那这个在我心里已经酝酿好多年了。我呢，从小就爱看科幻片，尤其是那种什么时空穿梭呀、异地穿梭这种类型的啊。哎，这不赶上公司管我们要创新产品吗？是时候该创新出来了。哦，您这接着聊，接着聊，聊聊聊。哦哦啊！我的灵感主要是依托于高科技产品，这个全息投影技术，您知道吗？嗯，这我知道，啊，知道啊。哎呀，知道是吧？知道，嗯，我想为什么不能整一大个的，你知道吗？摆在咱们的婚礼现场，你知道吗？这样这新人们呢就可以穿梭于不同质感、不同环境的婚礼现场。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秒在希腊，下一秒哥们儿跑非洲看狮子去了。怎么能？康总，您把眼睛闭上，我再细细的给您描绘一下。
整个婚礼现场沉醉在漫天的星空下，无论是新人还是来宾，只要一伸手，他就能够着天上的星星。突然，星际大爆炸，啊，漫天的星辰瞬间就变成了，粉红色的花瓣啊！这粉红色的花瓣，它洋洋洒洒，洋洋洒洒，它往下飘啊，飘着飘着又炸了，哎，这花瓣还又炸了。等这帮来宾跟新人回过神来的时候，哦，他们到了罗马斗兽场。他婚礼体验系统了吧？嘴没把住，把牛给吹破了。我挨训了不是？正好相反，老刚乐得都快流哈喇子了，我都怕他撅过去。哎呦，那你在这跟我演什么啊？啊？我以为你没法自圆其说，老康看出你那套系统是跟他胡扯，跟你急了呢。真要那样就好了。我跟你说，老康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他非得让我。做这婚礼系统的开发负责人，那你成了兄弟，我成是。哎，这事儿一旦要成了，我估计我这副总的位子就得让你做。成什么呀，哥哥，1000万呢？什么1000万、啊？他让我出去找投资人，让人掏这1000万开发这系统，说开发成了以后呢，一结婚礼跟这投资人均分利益。开发这么个系统用这么多钱、啊？你以为呢？人工不是钱，硬件不是钱呢。开发一系统得买好多专利，哪个专利不花钱？你说那还用不了1000万呢。不懂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写《哈利波特》那女的，一共写了几本书啊？啊，人赚了10亿美金，你要指名道姓找她来给你写本书，你说你得付人多少钱？哎，人软件界的大腕也得这价。哎呀呀，哎。看来老康真把这件事给当成个事儿了。谁说不是呢？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实在不行，嗯，我现在带你去找老康，咱跟他把这件事情澄清了，就说咱考虑不成熟，只是个初步方案。贼船已经开了，你想跳都来不及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当老康傻呀？他约我聊之前已经找懂行的人耗过脉了。人说了，以现在的技术，这套婚礼系统完全可以实现。我估摸着1000万就有人给他报的价。那既然老康对这套系统这么感兴趣，那他为啥不上报总公司，让总公司出这1000万不就得了？亏你还是一副总呢，你们领导之间办事什么原则你自己不知道啊？我们领导有什么原则呀？少花钱，多办事，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儿啊！哎，你这么想，就算老康把这项目上报给总公司，总公司会批这1000万吗？好，就算他批了，万一中途这项目折了呢？他老康还想不想活着退休了？哎，我都能想明白这道理，老康他自己不知道吗？哎，他干脆一琢磨想，哎，既然这个项目是你王茂提出来的，那干脆就由你去找钱吧。啪嚓，这屎盆子就扣我头上了。我说，你也别着急上火啊，咱都好好想想。哎，你这么想啊，万一这套系统开发成功了，那你在总公司是什么位置？平步青云呢？那以后我都得指望跟你沾光了。你先坐过来，别动。我捅死你！抬高点，抬高点！哎呀！哎，徒弟啊，师傅，你这去餐厅吃饭背个包干嘛呀？哦，不是啦，我刚认识一个新朋友，中午跟我一起出去吃饭。你这刚来北京没多久，认识朋友不少啊。去吧，去吧。好，拜拜，师傅。这什么人约的吃饭？哇，卜博，你穿成这样，一点都不像园丁啊，好像大老板哦。
这是你的车哦？对呀、啊。司机也是。是我的。你不是园丁吗？我在做园丁之余，大部分的时间是管理这家公司。你到底是谁啊？我姓康。你是康总啊？康总好。哎呦，别鞠躬，别鞠躬。在花艺方面，你可是我的老师，哪有老师给学生鞠躬了？没有啊，我上午在花园跟你胡言乱语的，你不要介意哦。说哪儿的话，一直都是我在胡乱种花，可不是你在胡言乱语啊。自从总公司把你派来，我们今天还是第一次见面，只怪我平时太忙了，没有抽出时间来多关心你。没有啦，今天这顿饭正好是一举两得，既算是我在花艺方面拜你为师，又同时被你接风。谢谢康总。走，上车。哦。康总给黄依然开车门，这都什么情况？疯了疯了，全世界都疯了。全息投影婚礼现场。对，您沈老板结婚，那婚礼现场必须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跟别人比起来，仅仅是环境不同、主题不同，那有什么劲呢？对不对？有了这种设备，我王茂保证啊，我一定帮你打造出整个空前的婚礼现场。哎，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把你们这个通灵集团的所有的产品理念全部投入进去，尤其是那个为下一代珍藏的这个核心理念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清晰立体的展现给现场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啊，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说的挺热闹，但是我看了，光研发这套设备需要的资金就1000万，还得我自掏腰包，对吧？对啊，因为这是为您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准确的说，我是为通灵珠宝量身打造的。这样日后你们有什么新产品发布会的时候，只有使用到这台设备，那在整个行业里边独一无二。所以要付出代价的。对，一点点小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只有您付得起。但是徐助理没有跟你说过吗？我的新娘是位盲人。跟我说了，我听完以后心里特别难受。可是现场的来宾他都能看得见呢，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呢，婚礼有一部分就是为了让别人看的。您说您这身打扮啊，要多讲究有多讲究，要多气派有多气派，这讲究跟气派不就是为了彰显您的身份吗？对吗？不就是为了让人看吗？如果说您肯花大价钱把这套设备打造出来，我现场一摆，那多有面儿啊！关键是您使用完了以后啊，您还可以拿它挣钱。哎，您可以往外租它，租它相当于租写字楼啊。我们一结婚礼就是您的大管家。你最后这一点，才是你来的目的吧？你不是来跟我谈婚礼的，你是来跟我谈生意的，对吧？这不是一码事儿吗？我知道沈老板您呢，为着爱情花再多的钱您都愿意，可是您雇我来帮您花钱，我看着都心疼啊。所以我就合计，如果说您愿意再稍微多投入那么一点儿，生产出一个附属产品来，这不是美事一件吗？对不对？美事儿。我沈东军做了大半辈子的买卖，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谁欢呼跳跃的跑到我面前来谈一件只对我有好处的美事。这么说，我是第一个啊。你们知道黄依然今天为什么没在餐厅吃饭？他不在餐厅吃饭，就肯定出去吃了呗。谁有空天天盯着他？哎呦，我今天在门口亲眼看见黄依然上的康总的车。康总？啊，这个点准是跟康总一块吃午饭。听说黄依然是托总公司关系来的，那康总给总公司面子，一起吃个饭不是很正常吗？我特地问过黄依然认不认识康总，他说不认识，那小眼神跟真的似的。我还是被那小丫头片子给骗了。
你不是说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吗？这回傻了吧？傻什么呀？黄依然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这大 boss 要提携黄依然，那我这师傅也沾光啊。还是俗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才犬。慢慢吃吧，我吃饱了。Maggie 怎么怪怪的？吃这么点就饱了？能不怪吗？你想想啊，他板着脸整理文件，整理一上午。黄依然跟总经理共进午餐，这说明什么？你又知道了。这说明咱策划一的二当家的位置要调整了。那是你这么想吧？你也不想想，人家 Maggie 跟王总那是铁杆搭档，黄依然刚来公司多长时间，还什么都不会呢。这就是你不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我告诉你，黄依然那天晚上把包落在老大家，那能白落下吗？啊？Maggie 跟老大再铁，时间再长，那能比得上那种关系吗？是不是啊？你觉得咱未来大头是谁？叫你的大头，范宝玉。嗯，想什么呢？我一个孩子啊？没有，我吃饱了。这都什么路数啊！我最近是跟不上你们摩擦的步伐了，是怎么着？我怎么觉得咱策划一的人最近都有点春心荡漾的节奏啊？别人我不知道，反正就看见你整天上蹿下跳的。我又怎么了？鼻子受了伤，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一定很担心吧？我才不跟他们说呢。嗯，你这做做法对，一个人离家在外啊，多报喜少报忧，做法非常成熟。嗯，喜欢吃北京的菜吗？嗯，喜欢。这里的菜好好吃哦。那只有这里的好吃吗？对啊，公司的菜实在不太好吃。那回去以后，我就把公司餐厅的厨子给开掉。那太好了，之后就有好吃的菜可以吃了。嗯，但是那个厨师要是被开除，那家里人不就好可怜？算了啦，还是不要开除他好不好？也没那么难吃啦。那就听你的，咱不换。谢谢张总。觉得公司的同事们都怎么样？公司的同事哦，都蛮好的啊，像大头哥啊，还有小雨姐，他们对我啊，就像家人一样。你觉得东方白这个人怎么样？东总，实话实说，说说你的感觉。他这人好讨厌啊，他偷看我们部门的文件，结果害 Maggie 姐背嘛，然后王总要打他，没打到他，反而打到我了。那你觉得王茂打东方白到底对不对啊？打人当然是不对的啊。哇，真的很欠扁的。那王茂呢？王总还好啦，他呢有的时候对人很好，但是骂起人来又特别凶；有的时候呢说话很好笑，但是呢有的时候说话就特别损。不知道他们人格分裂哦。那回公司我就到人力部门去查一查，看他有没有精神病。来，吃吃，赶紧吃。你这是大型全息婚礼现场，没错。您这新娘吧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先前呢也没有操办过这样的案例，所以也就没什么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了。要想达到一个好的婚礼现场的效果，我觉得咱们只有靠发明，靠创造。我的设想是这样啊，整个的舞台布景上呢没有任何实景，一切的视觉刺激都靠这套设备帮你营造出来。啊，你的意思是，用你的软件和这个全息投影这个仪器结合在一起，对，来一个全虚拟的婚礼现场。没错，到时候啊，您可以和您的新娘啊一起回到你们相识的80年代，然后就在这个舞台上啊，一步一步的走向未来，让现场所有的来宾可以感受你们幸福美满的一生。你这套设备表现的是视觉效果，
我的未婚妻什么都看不见，有意义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场的来宾他都能看见。那倒也是。其实呢，在我脑海中啊，这场婚礼更像是一段音乐的 MV 啊，咱把一些音乐呢献给您美丽的新娘，把这 MV 的视觉部分献给在座的来宾。靠谱。其实这套设备啊，我们公司来开发，一点都不是难事。对喽，只不过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烧钱。啊，那是得烧点钱。说实话，沈东军沈老板从财力方面呢，是比您稍强那么一点点啊。我承认。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说，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策划案摆到他的面前？我相信让他看了以后，他一定会蹦高的来投，哪怕就是为了这场婚礼。但我觉得这做人做事情吧，他有点职业操守，对吧？得讲究一先来后到，我怎么着都得为你董先生把这场婚礼服务到底。哦，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容我认真的考虑考虑。好，我等您的信儿。中午我们几点在食堂吃饭呀？哦，对，我今天跟一个朋友在吃饭。干嘛？师傅找我什么事啊？阿然啊。从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师傅就没看错你，你果然不是凡人。Goodbye.